到绕境回来了，从那中心出发绕境往，往三民路，然后再往民权路，然后再往延平路，然后再往新进路，到了嘉湖川菜馆附近东边那条南北方向的巷子下，北上，然后再回到大复兴路吧，然后回到。回到新路到交通拐，可能是中山路了。中山路，然后再到新兴医中兴街嘛，中兴路了，中兴路新兴医院，然后再到新进路，再到工程国小这边，工程国小操场旁边这边辅助辅助场，到这边集合。很多神教呢，到进回来再到这里。